我们请大师兄进吼，啊，那稍微就丢两进来。啊，这个是咱以前吼，啊，咱古早古来吼，那因为以前的这个工商哦，较无遐发达哦，较落后。
所以咱必须爱鼓励，人讲请求，哦，这就是看，听咱所有的吼，咱的较早的三川的这个视频按道吼，啊，爱出来鼓励。耶比！哦，啊，拢给扫清气吼，啊，这就是代表咱的辞旧布新哦，迎接啊，咱的上这个桂芳林。迎接我们的甲辰年哦，啊，咱用你来迎台湾哦。这叫做扫屯呐，扫屯就是咱捡落来土粉哦，啊，也爱扫清气。那边你既然管政府，南丰路南天宫举行。上行祭拜典礼，目阮地主正面官、仪来官、馆长林祖庙，右下官南天宫管理会主席委员林志山，左下官仪来官管理会议长张秀德，北下官所有定公所人事主任刘向成。北海关南天宫管理会副主任委员、管理员陈一平，率领全体中华贵宾、南天宫全体委员、信徒代表，虔诚在供养南天宫主席玉皇天后、天上圣的万君、湄洲妈祖、金妈祖、玉妈祖、太子圣主主主菩萨入境。行，青春圆满顺利，强敌强内，一敌强，再敌强，三敌强，内行。签署的活动，啊，咱会当哦，祈求咱的吉祥官，咱各地吉祥官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祖宗公孙来发展，啊，当讲啊，咱会祈求咱的妈祖，恁爷爷给咱保庇，和咱吉祥官的事事无灾，啊，咱会希望呢，会当继续给咱保庇，啊，今日的签署上行吼，啊，就是咱在众神会当讲去祭奠，啊，去报咱玉皇上帝，会当啊，人间的是非善恶。还能够对大家呢，会当呢，平安顺遂、健康快乐，啊，这是咱最主要目的。啊，感谢大家辛苦辛苦，相信众神拢总在，一定给咱保庇，和咱大家呢，会当祖龙共享来发展，大家大赚钱，中年天大运，龙腾虎跃，龙凤呈祥，啊，好运拢总来，感谢大家都来，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多谢大家，感谢。好，谢谢，非常感谢。